日前某天傍晚，搜狐视频在首都机场撞见了独自回京的李湘，没有助理跟随着他，当天并没有带过多的行李，只是随身挎了一只小挎包。从闸口走出之后，未免被路人认出，素颜的李湘便把头上的帽子压得极低，遮住脸部，而近来明显瘦了不少的他，还大胆地穿上亮橙色上衣，下面则搭配一条黑色热裤，露出两条白腿。走在机场大厅的李湘当天并不着急离开，或许是前来接机的座驾还没有赶到。只见李湘一路边走边低头玩着手机，而走到长凳处时还索性坐了下来，翘起腿悠闲地翻着微博。而不一会儿接到一个电话的李湘便马上起身朝出口走去，而此时座驾也刚好赶到，随后李湘便坐上座驾直接返回了家中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